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平安。我们今天又在海边的旷野为各位查考圣经。我们是第73次查考路加福音。那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呢？我们上次讲到说，主在最后的时候，在逾越节的晚餐过后，他跟门徒们讲话。他首先告诉门徒说：“你们里头为大的，倒要像年幼的；为首领的，倒要像服侍人的。”这告诉我们教会中的服侍。所谓这个牧者的服事到底是应该是怎么一回事？教会中有弟兄姐妹有牧者，那么能力越大的呢，就要像小的，还要像服事人的，像年纪小的像服事人的。就跟人世间那个正好相反，因为在以色列的那些长者呢，都是一副就是我已经活过这么久的日子啦，虽然轮到我来享福了，你们要来伺候我啊。以色列人就这样。中国人也有这种情况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服侍人，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你要服侍人。你能力越大的，你越要服侍人。那么我们就想到说，其实在这个当中，能力最大的是谁呢？当然是耶稣了。耶稣是怎么服侍人的呢？他服侍弟子啊，他服侍圣殿里的人，他把他所知道的道都讲给他们听，这样子做服侍。不但是如此，耶稣还真的是服侍人，他为弟子们洗脚，这是主在服侍上面所做的事情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服侍这样的服侍有就是完全是服侍吗？当然不是，服侍就表示说你真的是大的，你能服侍很多人，表示你是大的，神也会更加的重用你。怎么重用法呢？我们在上次讲的时候，其实就讲到。主就对门徒讲说：“我在试炼之中，你们是最靠近我的。将来呢，你要和我一样，在天上同坐宴席，而且那宴席不但是宴席，而且就是宝座，要审判以色列的12支派。你们在地上要服侍人呢。这个道理其实在圣经里是连贯的。我们讲到这个才干的比喻的时候，也讲过。”是不是？你要有才干，你就能去赚更多的钱。都给你们一两银子，有人能够赚10两回来。主说：“你这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要给你什么？管10座城池。”是不是？能够服侍越大的人，能够所得的将来得的赏赐越大。那像耶稣跟这使徒这些人呢，他们将来就可以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哇，是不是好大很好啊？真的是很大很好。但是呢，你要服侍更多的人。怎么服侍呢？就是只讲讲道吗？不是。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说，耶稣基督接下来要做的最大的服侍，他甚至要作为众人的赎价。其实我们知道，主在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已经接近，他要临近，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。今天是逾越节，晚上他就要去科西马尼园祷告，祷告之后就要被犹大所卖。那被卖之后所发生的事，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都已经有知道了。我们虽然知道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这个勾述这些经文，要带大家，我们来从经文中看看耶稣基督究竟是怎么，可以说是受到折磨，受到死亡的对待。但是呢，这也是他对人们最大的服侍。然后我们上次还讲到说，我们的主终于进到科西马尼园。他告诉门徒们什么呢？他告诉门徒们，你们要警醒祷告。为什么要祷告呢？免得陷入了迷惑。谁来迷惑他们呢？撒旦要迷惑他们。主在筵席的时候，主在逾越节吃饭的时候，就告诉彼得，撒旦要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。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啊，为彼得，他讲的是你是单数的，为彼得祷告，好叫你回转过来，就要兼顾你的弟兄。这句话其实已预言了彼得要3次不认主啊。其实主在后面就讲出来。彼得将来要3次不认主，今天也是我们在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彼得要3次不认主，
但是你回转过来，你要兼顾你的弟兄。彼得啊，要兼顾他的弟兄，怎么样兼顾呢？耶稣已经预言，他要成为初代教会的领袖，他要来兼顾他的弟兄。虽然彼得跌倒三次不认主，但是主仍然要使用他，要用他来兼顾他的弟兄们。所以你看，主已经告诉彼得，撒旦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。然后到了克西马尼园要祷告的时候呢，门徒们都想睡觉。其实这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门徒们要想睡觉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试过吃饱饭你想睡觉吗？大家都经历过吧？好，吃个午饭最好能够睡个午觉，对不对？很开心的啊，休息一下，养生好。但是我们一旦睡觉，我们还能祷告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没有试试看去祷告，然后说祷告的时候会发困吗？啊，我常常在讲说这个克西马尼园祷告，告诉大家说，主告诉门徒们要警醒祷告，结果门徒们都睡着。我往台下一看，就看到那些眼睛，好像在说。怎么会这样？哦，就往后一瞪，眼睛瞪大，他们心里好像在想说：若是我，我绝不睡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真的是没有尝试过的人才会说这种话。我尝试过，我尝试过想要警醒祷告。哇，我常常祷告，但是我常常睡觉。真的，你要在一个地方，你要说我要警醒祷告，结果你又吃得饱饱的。没多久你就没有办法祷告了。好，反而是有两种情况，我可以常常祷告。什么情况呢？在登山的时候啊，这个爬山路要2个小时，那你在一边登山一边祷告，你绝对不会睡着啊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时候是禁食祷告。禁食祷告，你不要说，我们在就在上礼拜，我们还到这个叫做 Mount Hermon，在这个啊。西谷南边的地方有一个山，山里面有一个什么韩国人建的祷告山庄，它里面有几十间那种小小的房子，一间一间的，说是祷告室，啊，也晚上也可以睡在那里，但是它就是这样祷告室，然后里面呢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家具的，啊，就是地上有地毯，你可以在那边祷告，但是饥饿啊，没有，因为没什么厨房啊，他们大概。建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说要供给这些餐食给人家，来访的游客也不一定，有的时候多，有的时候少，所以他们没有供餐食，他就说禁食祷告中心，啊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就进去就这样，有洗手间，有简单的厨房，但是基本上他们员工这厨房是给访客用的，如果你决定。不进食，在那边吃东西的话也可以。你在厨房吃，你不要带出来，那个香味出来，对人家外头进食祷告人是构成极大的诱惑。啊，但是去那天去的时候，我们是礼拜天的下午去的，所以基本上没有人，很少很少人。我们在那边进食祷告，我们一祷告就3个多小时，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停下来，因为肚子里饿。好，在饥饿的时候啊，所以你可以常常的警醒祷告。所以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在逾越节之后，但是又在这个时候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呢？魔鬼当然要攻击你，当然趁你最软弱、最想睡觉的时候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魔鬼攻击门徒，耶稣叫门徒们要起来，要警醒祷告。那我上次跟各位讲说，祷告呢，不只是我们祈求而已。祷告、祈求、感谢，其实是三个不同的动词来的。但是我们祷告，我们不一定是祈求。你祷告中，你可以祈求，你可以求什么？但是你也可以不求，你也可以就是说，天父，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？然后我上次还讲了，祷告是获取能力跟力量的方法。你什么时候获取能力跟力量呢？就在祷告当中。神就把那力量，要给的力量就加给你。好，今天我们会再讲一些经文，我们今天还会讲到这件事情。耶稣是什么样的情况下，他获得力量呢？我们今天在今天的经文中还要再讲到。
所以这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。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讲，从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开始，我们要继续讲。我们讲要讲什么呢？特别要讲到基督的顺服。基督的顺服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好好学习的功课。看我们的主是如何的配得尊为是至大至高的。那好，我们今天就在讲今天经文之前，我们要把今天的经文再读一遍。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就是从22章的31节读到71节。那经文虽然很多，但是我们今天就可以把22章讲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面的许多经文都是所描述的事情呢，我们在前面都已经加以提点过了，所以我相信今天可以把22章把它结束。那么现在就把经文打在荧幕上，由我来为大家来念，请。路加福音22章31节，主又说：“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”耶稣说：“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。”35节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，没有钱囊，没有口袋，没有鞋，你们缺少什么没有？”他们说：“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，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。我告诉你们，经上写着说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，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。”他们说：“主啊，请看这里有2把刀。”耶稣说：“够了。”39节，耶稣出来，照常往橄榄山去，门徒也跟随他。到了那地方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”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，跪下祷告说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；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”43节，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。祷告完了，就起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因忧愁都睡着了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睡觉呢？起来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”47节，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，那12个门徒里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，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。耶稣对他说：“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”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，就说：“主啊，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？”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右耳。51节，耶稣说：“到了这个地步，由他们吧。”就摸那人的耳朵，把他治好了。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：“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不下手拿我，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，黑暗掌权了。”54节，他们拿住耶稣，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。彼得远远地跟着，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，一同坐着。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。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，就定睛看他，说：“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。”彼得却不承认，说：“女子，我不认识他。”58节，过了不多的时候，又有一个人看见他，说：“你也是他们一党的。”彼得说：“你这个人，我不是。”约过了1小时，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：“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”彼得说：“你这个人，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。”正说话之间，鸡就叫了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：“今日鸡叫以先，你要3次不认我。”他就出去痛哭。63节，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，打他，又蒙着他的眼，问他说：“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？”他们还用许多的话辱骂他。天一亮，民间的众长老、连祭司长、带文士都聚会，把耶稣带到他们公会里，说
你若是基督，就告诉我们。”耶稣说：“我若告诉你们，你们也不信。”68节：“我若问你们，你们也不回答。”从今以后，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。他们都说：“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？”耶稣说：“你们所说的是。”他们说：“何必再用见证呢？他亲口所说的，我们都亲自听见了。”阿们，感谢赞美主对我们所做的牺牲。啊，我们今天要讲到主在科西马尼园所做的祷告。科西马尼园祷告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呢？是我们的主在被卖之前，在受刑之前，带领的门徒所做的最后一个祷告。这个祷告重不重要？其实我们看经文没有写到什么，但是这个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。他告诉了我们主与天父的关系。为什么主配得所有的称颂跟大赞美？主到了科西马尼园，就叫弟子们，你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他知道今天晚上正是黑暗与光明征战最厉害的时候。魔鬼想要耶稣失败。其实耶稣在这个时候随时可以走的，他不必受死。他知道犹大要卖他，犹大也知道他今天晚上要带门徒去科西马尼园，要在那边抓拿他。他只要改变计划，他往耶路撒冷去或往其他地方去，那些什么祭司长跟这个守殿官这些官兵能够抓到他吗？当然不行。就算是到了科西马尼园，被犹大指认出来。各位还记得吗？有一次，他在山上，那些人很不高兴耶稣所讲的话，想要抓他，想要把他从山上推下去，但是主就从他们中间直直的穿过去。主有这个能力，那些人如果说主耶稣不想让他们能够抓到他，他随时可以跑掉。但是我们的主来到了科西马尼园，叫门徒们警醒祷告。撒旦要害他，撒旦想害他，要夺他性命，也想看他失败，都可以。我要么杀了你，要么你好就在这边，你在这个面前逃跑了，那都是主的失败，对不对？撒旦是这样想的。所以主来到科西马尼园，我们看一下经文。40节，到了那地方，他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”希望这些门徒在祷告中，神添加力量给他们。但是主自己也去，他就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的地方，大概25米左右，就跪下祷告，说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。然而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”从这里我们看到主与天父的关系，他向天父祷告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天父有一个什么旨意呢？天父的旨意是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神的羔羊，要在这个时候被献上为祭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但是我们的主呢，似乎是有另外一个想法，他有一个另外他所能看见另外一个想法，他可能不想被这个时候被杀，他可能不想与父分离，因为他要入死亡，他要与父分离，这是某些解经家说的。但是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知道，主说这话，但是他的有没有不同的想法呢？我们知道有，但是有究竟如何不同，我们却不知道。但是要成就你的意思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这是主讲得清清楚楚，就是他有一个我的意思，但是天父有天父的意思。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，是三位一体的神。那常常有人就想说，我们就没有想到还有另外一个天父，我们就觉得耶稣基督就是神啊，我们所拜的就是神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其实是没错，但是我们还有一位天父，也是我们的神。
而且我们要知道，这个三位一体有三个位格，在这里就讲强调位格，位格跟位格之间会不会有不同的意思啊？是有的，但是为什么又是三位一体呢？答案就是顺服，在不同的位格之间，啊，靠着顺服，三位能够合为一体，这个就是三位一体的奥秘。我们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，常常强调一体，神就是一个。但是我们忘记强调三位一体中间还有三个位格。这里主在向父祷告，那么所显现出来就是你其中的两个位格，我们的基督在向我们的父神祷告，基督在向父神祷告，而基督有一个意思，但是父神有一个更大的意思。我们的子，我们的基督，知不知道父神的意思呢？知道。可是他能不能完全的知道为什么天父要这样做呢？我们不敢讲。但是他相信，他心里绝对相信，天父所要成就的旨意，乃是更大更好的旨意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向天父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要照你的意思。虽然照你的意思，我就要怎么样？我就要去受死。好，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表现出来是怎么样？是一个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顺服以至于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里有没有常常听到顺服顺服？可是我们真正知道顺服是什么意思吗？顺服是不是说，我们这个教友就要去听牧师的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其实不是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顺服不是叫我们听牧师的，或是听这个小组长的，顺服并不是这样的意思。顺服乃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安排自己。我们在人在地上，不管是我们的主在地上，或是我们人在地上，我们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主意啊？我们都有自己的主意。我们说在基督里面要合而为一，但是我们自己又有自己的主意，怎么办呢？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功能，奇妙的功能就这样发挥出来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可知道你的脚趾头、你的脚、你的腿、你的膝盖，每个都有自己的意思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当然他们所想什么，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清楚，我们有知道一些，知道一个。比如说我的膝盖现在很酸很累，他想停下来休息，我知不知道他很酸很累啊？我知道，可是他究竟是碰到什么样反射，反射动作，他已经到一个什么程度，我们却不是完全的了解。但是我只知道我的膝盖很酸很累，现在想坐下来休息。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时间，我必须到那里去，我必须赶到那里去，否则录影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。所以我说，膝盖啊，你虽然很酸很累，我们还是要往前走。这个时候，我的膝盖对我是完全的顺服，那我们就往前走。但如果我说我的膝盖不能顺服呢，它就失去功能，它就用跛的了，它的出力越来越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比如说左腿痛，那我右腿就要得多出力，或者我找根拐杖，我想办法来前进。但是因为左腿它不能再动了，那左腿有左腿的想法，我整个人有整个人想法。如果说左腿顺服的话呢，它就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它就会跟上来。如果力所不能及呢，那我这个做头脑的，我也应该知道它已经不行了。这时候我们要帮助它，我们要么坐车，要么找根拐杖，要么怎么样？顺服。要看你顺服的对象是谁。如果说我们顺服魔鬼，就会做魔鬼的门徒；如果说我们顺服于金钱，顺服于公司的老板，那我们所做的就是那些商业上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神要我们能够圣洁，但是我们自己却有欲望。我们想说我们要圣洁，我们要守住，但是后来我们常常却向欲望屈服。
就不能顺服神。所以顺服，我们真的要讲对象。但我们通常在教会里讲的顺服，就是讲顺服神，顺服神的旨意。即使是要改变我们，要牺牲我们自己，我们也要顺服来成就神的旨意。这是一个将我们自己的意思，屈服于天父旨意底下的一个过程。所以，我们主耶稣在这边，他不但是这样做，而且他说出来了，他说出来要记载下来，所以让我们能够明白。主就对天父祷告说："然而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要照你的意思而行。"克西马尼园祷告，但就这一句话吗？不是，有很长很长的祷告，但是在这里，路加所记载下来就这一句话。因为这里头最重要的精神，就是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将自己顺服于天父的旨意之下，是以至于死，以至于死。因为天父所要他所做去前去做的事情，就是要为这个所有的人摆上，成为赎价。我们的主顺服。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有的时候，我们说教会需要捐款的时候，你的教会不是说为了牧者的这个过豪华生活，你的这个，你也明明知道教会需要这笔钱，有弟兄姐妹需要被帮助，但你顺服吗？还是说你想想看，这个月连11奉献都不行了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新的 iPhone 14就快要出来了，有这样那样的想法，所以我们今天最后是怎么样顺服呢？顺服于自己的欲望呢，还是顺服于教会？有的时候教会所说的话，也代表神的旨意。因为这个教会所跟大家讲的，有可能是经过他们祷告以后，所得到的感动，他们要做这件事情，要去宣教。或者要去职堂，要去帮助某某人，这是一个给弟兄姐妹训练爱心的时候。这个训练爱心是给所有的弟兄姐妹的，有的弟兄姐妹顺服了，有的弟兄姐妹不能顺服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，有这么多人，反正有这么多人在，为什么一定要我顺服，让别人去顺服就好了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的？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：在教会里有一句话说，顺服就是蒙福。顺服就是蒙福，这是一句老生常谈吗？是的，这是一句老生常谈，但是这是一个多年经验的归总，是真的是这样子。顺服真的就是蒙福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这是一句旧约里的经文。撒母耳记十五章，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写的，他说："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过公羊的脂油。"这在说什么呢？以色列人献祭，那献祭神喜欢吗？献祭是神说要以色列人做的，所以当以色列人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顺服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？神告诉你们，有一个特别的情况。神说你要顺服，神有一个旨意下来，人领受吗？有的人领受了，那么神就特别喜悦这件事情。他甚至喜悦顺服要超过有人献祭。我们以为说献祭就是要讨神喜悦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我们献祭也是要讨神喜悦。但是神却更喜悦那些听命的人。神喜悦那些听命的人，然后又有一句话说，彼得也写到说，彼得前书第五章："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"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喜悦顺服的人。那在很多人当中，有人顺服，有人不顺服，那么主对人就有不同的喜悦。主喜悦你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认主，
主也喜悦那些不但成为基督徒，而且愿意照着神心意去做的事情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是父母，有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子女的？很少，大部分父母都很爱自己的子女。可是如果你有很多子女，你的子女当中有听话的，有不听话的，或者说同一个子女，现在很多人只有一个子女。那这个孩子在听话的时候，在背叛的时候，你喜悦他吗？还是说这个孩子今天特别的乖？什么话，你今天说什么话，他都照做了，啊，那你心真是特别的喜悦，啊。可是当孩子这样做的时候，往往有一个背后的原因，可能他今天考试考得特别差，他知道自己考得很差，所以今天在家就特别听话，是不是？但是无论如何，不管他背后原因是如何。但今天他听话，我们总是喜悦的。明天考试成绩发回来，我们再生气也不迟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神呢，在神来讲，神喜悦那些顺服他的人。喜悦顺服他的人，哎，有的时候真的就像这个孩子逃避考试成绩一样。今天我们人顺服，很多时候我们本来应该得到的处罚，因为我们顺服，神可能就不处罚我们了。或者说我们并没有什么说是值得处罚的地方，那神会不会就赐福给我们呢？也非常有可能，对不对？神会赐福给谦卑的人，也赐福给顺服的人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顺服。神用直接就最直接这种管教的方法，你坏就处罚你，啊，你好你听话就施恩给你。这在世上就是一种直接的一种教育的方式，神也教导我们这些基督徒要顺服。亚伯拉罕为什么得到神这样多的祝福啊？为什么得到神这样多的赐福啊？我们说他因为他信，啊，但是其实真正彰显出他信的信，他的信的最高峰，就是说神要他献以撒的时候，他真正顺服了。所以这是他信的最高峰。哎，这好奇怪哦。但是其实各位弟兄姐一点都不奇怪。你真的信，你真的相信，信靠你的主的时候，你的主叫你做什么事，你就会去做的。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主叫我们做什么事，我们根本就不去做，那其实很有理由，我们可以怀疑你的信到底有多少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就是这样的，非常简单的，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是不是我们主所讲的？你们中间伟大的，反而要像最小的。要去服侍人呢、啊，这样的人是最得到主的喜悦的，主是最喜悦的这样的人呢、啊。那我们的主也没有例外，我们的主在这件事上，他是顺服的，他是顺服天父的。天父的旨意要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天父的旨意要耶稣基督能够顺服，我们的主就顺服了。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时候啊，5到7节，其实有讲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是怎么样的情况啊。希伯来书10章第5节，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：“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：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。”已经记载了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，深深的知道，天父有一个旨意，而他来到世上，就是要按照主的旨意来行，就是按照天父的旨意来行，这个就是基督的顺服。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当中，充分的把基督的顺服给表达出来，让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就是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主就在表示，他真的是要顺服。他不但要这样做，而且他说出来，让我们也能够知道。而天父呢？天父做什么呢？天父就差派个天使，加添力量给主耶稣基督。怎么加添力量？我们真的不晓得。那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样就被加添了力量。虽然说我们并没有看见一个天使啊，这个。路加福音记载的是有个天使真正显现出来加添力量给耶稣。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，如果神要加添力量给我们，他也在祷告当中就把力量加添在给我们。
我们虽然没有看见天使，但是我们也是真正的得到了力量的加添，对不对啊？是这样的。啊，今天这个不晓得为什么，我们礼拜天早上来这边录影啊，飞机实在太多了，一个一个飞过去，我们看到录影当中很多，你看到这个，这前后这样，闪一下过去，闪一下过去，为什么？因为每次它这个飞机过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必须在声音最大的时候，那个必须断掉。如果不断掉，待会这个飞机我们就不断掉，你们就可以听到清楚的飞机的声音，啊，那我们有的时候在为了各位弟兄姐妹听起来比较能够赏心悦耳一点，我们就把这段我就暂停，然后就等飞机过去，然后才把这个影片接上来。你看到一些断续，但是就是因为飞机的原因，我们今天飞机太多了，它基本上没有断过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再讲啊，这就不断了啊，直接讲下去。第47节，说话之间，然后主就叫门徒说，跑去看门徒。加添力量以后，他去看门徒，门徒通通都睡着了，在最重要的时候，居然就睡着了，啊，这是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人在吃饱的时候，那个肉体真的是软弱的。我们意志虽然说愿意，但是我们肉体实在是软弱的，就睡着了。主还告诉你们，你们要起来，要进行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下面要面对问题，下面要面对挑战，我们需要从神来那边来的力量。但是那些门徒却睡着，然后就在说话之间，那个时候问题马上就来了，为什么呢？犹大带人来了，犹大带人走在前面，然后他靠近耶稣，要与他亲嘴。我们的主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呢？知道，他带了很多人，那些棒子啊跟刀啊都藏在衣服底下，就要来跟耶稣亲嘴。耶稣就把他挑明出来说，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在网上在贴图的时候，我曾经就贴过这样一张图：犹大与耶稣亲嘴。那个时候，那个月光照在耶稣的脸上，我们用了一张图，我可以看出我们的主被犹大所亲到脸上的时候，他那个眼神，他知道犹大是要卖他，但是呢，他还是把他。还是让他亲了。他知道他下面要行的这个要走的路。犹大呢，是就说受魔鬼的差使，但是这一条路也是他必须走的，所以他就受了。这个时候，犹大一亲了耶稣，这些差役、这些兵丁就露出棍棒来准备拿人。当时啊，这个门徒就说："主啊，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？"内中有一个人，很可能就是彼得，拿刀出来就把这个大祭司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。彼得还不明白要发生什么事情，刚刚睡起来，懵懵懂懂，模模糊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曾经从刚睡起来那几下的时候吗？刚睡起来受到惊吓，你会做什么反应呢？往往不加思考就直接就动了，就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名叫马勒古的马太福音有写他的名字，砍一刀把他右耳砍掉了，然后右耳砍掉之后呢，主就说到了这个地步，由他们吧，因为主知道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，他们双方再动武下去，双方有更多人要受伤害。然后在这个马可福音就讲说，耶稣就说对这些来抓拿他的人说："你们要抓的是我，放他们去吧。"我们的主就这样子，为了门徒的着想，不要他们再动武了，因为动武这时候没有意义了。耶稣要胜过这个世界，不是靠他们的两把刀就可以胜过的。他们刚刚前面不是讲说主告诉他们说的时候，你们要卖衣服买刀，然后他们就说这里有两把刀，所以他们说总共就两把刀。两把刀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吗？不行。能够胜过魔鬼吗？不行。所以主说，由他们去吧。所以我们的主就被抓，可是我们的主就对这个拿他的祭司长跟守殿官并长老说："你看啊，你们拿刀棒来抓我，可是其实我天天到殿里去，你们根本不需要拿这些刀棒来抓我，
我就在那里，可是你们却现在，现在来抓我，用这怎么样，在黑暗中进行？主说黑暗掌权了，这是真的。从魔鬼要塞门徒那一刻起，主就在提醒门徒，魔鬼要进行他的事迹。这个时候看起来魔鬼好像是得胜了。刚我们前面讲说，魔鬼有两种方法可以胜过耶稣，是不是？一种是让你吓到跑掉，你跑掉了，那魔鬼在耶路撒冷这边就得胜了。我掌握了世界的宗教中心，那这个世界将来以后不是就是听我的了吗？第二种想法就是说，我把你这个耶稣给抓起来，我杀掉，那我也得胜了。所以我们的主就说了这句话：“黑暗掌权了，黑暗掌权了，是永远的掌权吗？是抓得牢牢的吗？不是。但是眼下在就在这个时候，黑暗是掌权的，黑暗把这个权柄抓在手中，主就要被杀被卖了。”所以我们说过，今天要把这个22章结束啊。我们这里很多的经文，但是呢，其实很多都提过。他们就拿住耶稣54节，把他带到大祭司的房子里去，的宅里去。彼得就远远的跟上去。其实你们看这里，彼得其实是有勇气的，并不是所有的门徒都跟上去，但是彼得跟上去了，只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勇气到什么界限。当他面对很多人，在那边烤火有很多人，那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人家有人认出他说，这个人素来是同那个人一伙的，他这时候还有没有勇气硬杠啊？他说，对，我就是他的门徒。那他要面对什么这样的情况呢？他没有这个勇气承认他是耶稣的门徒。这样的事情接连发生3次，经文在这记载得很清楚。我们的主就告诉他说，今日鸡叫以前，你要3次不认我。彼得在那个情况底下，他是孤单一人，并不是12门徒都到，他就是孤单一人。那些拿刀棒的人刚刚拿了耶稣，很多人在他周围，很多双眼睛瞪着他。有人说，你就是跟那个人同党的，你跟那个人素来在一起，你是加利利人，你就是他们里头的。彼得在的时候就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不是，我实在不认识他。”这时候鸡叫了。彼得想起来，61节还记载了，主转过身来看彼得。特别，这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事情。耶稣在里面，在堂里准备被绑着，准备受审，但是彼得在那里。人家3次不认他，彼得3次不认主，主都听到了，主已经知道了。可是主这一看就是要提醒彼得，你看我告诉过你。彼得看到耶稣的眼神，他就非常的难过痛苦。主的眼神提醒了彼得，我们人的力量，我们人的肉体，我们人的勇气是有限的。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征战，我们的征战乃是要靠主，要靠神。所以彼得就出去痛哭，主出去痛哭，还好有彼得，真的，彼得他是真的显现出一个人的血性、人性、人的软弱。我们是否都像彼得那样呢？但是我们也看到还好有彼得的例子，所以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在自己对付我们自己人性血性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是有希望的。彼得在这个时候虽然是软弱，但是彼得最后是不是也像主一样成就了呢？我相信彼得是成就的，他将来要和我们的主一起在天上同享宴席。
同享审判的权柄。那我们想，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讲到就到这边。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交通与感动，常与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。阿门。也愿上帝赐福给你们。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照样要带大家欣赏一下我们周围美丽的风景。那今天这个地方我们来过，但是上次是潮水滴下去，今天潮水涨上来，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象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也愿上帝赐福给你们。